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来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PP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别等到一台九九的录音机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